感谢余地送的两个飞机。没有关注猴子互娱微信公众号的朋友，赶紧关注一下猴子互娱啊！敌军还有三十人，大家每天抽的2000元的现金红包都是厂商赞助的，大家一定要，大家一定要那个，这个支持一下啊！好，大橙子的大没有，都没有，十个人都没有。我吐了，我操，这么细啊，一段 Q 二段 Q 三段 Q 成德锁链，捅你一刀，再捅你一刀，丢了，怎么说，再回打，别急，征服者叠满了，一段 Q 二段 Q三方 Q， 继续追。E， 他没来了。A， 他死了。嘿嘿嘿，气不气？不死不回城是吧？就刚是吧？感谢余地送的三个飞机啊，余地，我们还有个办卡任务没过，能过一下吗？只需要10个半卡就可以。我操你的 DJ 吧！铁子边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西网，那个关注一下这个猴子互娱这个公众号啊，关注一下。不讲武德，南墙打中，直接推线。这把南墙他身上带的是奶妈的大，这是什么套路啊？我们这把带瞎子大能不能二闪呢？应该可以吧。等下给兄弟们秀一把二闪，直接推，红眼黄，咱去偷个 F 六，哟，有机会，怎么说？一上 Q， 二上 Q， 碰上六地产，我操！哎，再嫖个10块钱。你他妈的滚哪里呀，我要的是安静。操，哎呦，这个人带个奶妈大确实可以啊，有点戏。我以为是谁给的大呢，这谁顶得住？我刚才应该踢瞎子，踢那个剑圣的，剑圣在念经一脚给他踢死，把他念经打断，正好还可以杀他。踢错人了，鼠标的话，这个应该放在那个瞎子身上，啊，放在那个叫谁身上？剑圣身上。这么狠吗？直接推。剑圣他妈人傻子，这还能偷奶妈大吧？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他蓝应该没打，我这大又好了，二闪，他应该喜欢，他这个人英雄也喜欢贴我脸，但我没必要二闪感觉。哎呦，在我地界，我靠，那就上当了。
哦，在地下，我一方在二线呢，我吐了。这谁顶得住啊？想来个二闪，我靠，应该是 FD 二连，不是 F 二连，是 FD 二连。嗯，输了。卧槽，这个奶妈这个大，你是真的是防不胜防啊！我靠，真的是防不胜防。这男枪很骚啊，这男枪。嗯。哦 ，DF 二连 ，DF 二连，可以。哦 ，DF 二哦 ，DF 二连，可以学会了。等一个闪现。我放哪？我操！踢死你！他奶奶个凶了，玩不起。这得跟你开玩笑啊！男枪他急了，好好。男枪他急了，直接推塔，是塔皮，是塔皮。光辉是打野吗？光辉也不是打野啊，这光辉一直来，我靠，谁顶得住？嗯。我推。我推第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长多锁链 A， 别怂，还有大的，我很肉的呀，我很肉啊，我很肉的呀，干啥呀？他是不是觉得我很脆啊？嗯。嗯，直接推挡。嗯，是挡。嗯，他这弹出来的是啥呀？嗯，一段 Q 一二连，攻山力地闪，和血战斧。啊，气不气？双杀行吗？信不信双杀？可能不信，但是我要给你们操作一下，这人可能有闪，没闪。给你们秀一波操作，可不可以？剑神应该过来绕我了，吸口血。推了，不来，不来溜了，来的话操作一下，身上4000块钱巨款没有消费，嗯，4000块巨款买个咳血，咳血买了，来个血手，可以来，血手来一个。鞋的话来个耐操鞋，然后下一件买个反甲，这把对面有回复的，沙弥拉有回复，猫咪有回复，反那个男枪和这个剑圣有回复，可出。来了老弟，不要慌。哎。长头手链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有用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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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脚踢死你！有用吗？有用吗？
有用吗？根本不掉血，好吧。现推了，这谁顶得住？气不气？红 buff 吃一下。嗯。再来个，我靠！我现在根本死不掉，太难死了。剑魔这个模式很强的，攻山力力斩，捅你一刀，一段 Q 长得手链，二段 Q， 三段 Q， 你看根本不掉血。我还有血手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， 我来扛打。哎，怎么打？你看，血手还没触发，看到没有？根本打不过。漂亮啊！又有2500块钱巨款，反甲来一个，小反甲，15。好，无敌。下把来把皇子，感觉也可以啊，中单皇子，有没有搞头？蓝枪人杀了，蓝枪现在1-7，有点难受。飞了，现在就是无敌扛塔，大灭一开，一段 Q。哎，我人杀了，我吐了。不行，得贴他脸才行。二闪不太好，二闪。想跑是吧？哟，这过分了！这过分了。不太好，二闪，讲到底，骗吹了。血又满了，飞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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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说你有蛮王的道，现在我又有道了，解放，大灭一开，一段 Q。关灯是吧？关灯溜了，这么骚吗？一段 Q 长灯锁链，二段 Q， 你给我死啊！真的是天神下凡，根本死不掉。漂亮，沙弥拉居然没死，四个在挂上，并不是他们挂上，是我装备太好了，我装备太好，没办法，我回家再出个死亡之舞，对面五个人打我，一起打我都打不死，出个这个那无敌了，那真无敌了。我再来个巨酒，再来个啥来着，兄弟们？大反甲来个，出巨酒可以啊。对面人直接杀了，来了老弟，一个 Q， 差钱哥，好，正好回家出大反甲。按错了呀，操，这手指头我给他剁了，这手指头除了会挖鼻孔还会挖什么。
最后一件的话，咱们买一个聚酒还是贪玉，哪个好一点？哪个贪玉好还是聚酒好？嗯，哎呀，黄 buff 马上 CD 了。出塞尔，哦，出那大青雨是吧？可以，我可以了，这思路非常清晰，可以说大青雨，可以可以。你想跑啊？你怎么这么想跑？我塔在我面前，无视防御塔，你不知道。我操，这怎么死了？我操，兄弟，有点难受。气不气？游戏体验太差，大面一开。游戏体验太差。嗯，你一会儿钱不过分吗？男枪不见了呀，男枪活着，但是有些人活着他其实已经死了。你会发现这把游戏他的存在感太低啊。有些人虽然说死了，但他是永远活着啊。这男枪就是那个活死人，活了跟死了差不多，人消失了。我靠，蓝枪人不见吗？嗯，一顿给我。嗯，一顿给我，二顿给我，三顿给我，一顿给我，二顿给我，三顿给我。哎，别怕，看我如何。非常好啊！我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。嗯。生气了。根本死不掉。剑圣人傻了，游戏体验太差了。人傻了，先避一下，买个大青雨出来继续折磨。被谁了？不用慌，我操，干啥？我操，坏了坏了，血手连的不能秀了，溜了溜，情况不对，赶紧撤退，溜了溜，再见，来不及握了。在线来不及握手，情况不对，赶紧撤退，毙了。来个大青雨可以吧？大青雨，好。那没办法了，咱去拿个蓝 buff， 走。这个蓝 buff。除了这个的话，应该这个减速就更恶心了。帮你打一下，伤害太高了，兄弟。
么意思？换血型是吧？杀戮是我最后的乐趣。这人为什么跑这么快啊？骂了个爸爸，鞋卖了，板甲来个，穿弩合计，好成装了，推塔推塔推塔，队友这个装备能虐全吗？感觉不太好虐吧，剑魔这英雄好虐的，根本死不掉换你。根本死不掉。怎么说？推，可推可推可推。可推可推。他们塔都没了，现在所有塔都没了，十一个塔。我来了，那天神真的要下凡了，天神下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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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我这一脚没有他踹死。